开铁盖是真的被刨刨的肠粉皮，利落的把肠粉卷起来。钱老板说自己的拿手绝活可是第一次在镜头前大公开。哦，我们多漂亮，没有得看的了，现在公开啊！正宗的广东粥要生煮的，台湾的不一样。还有这锅熬煮到已经看不到米粒的广东粥，也是钱老板最自豪的拿手菜。1976，你看这是几年？他来屏东嘞。屏东。屏东汤差不多20年有多了。台湾之前，在香港啊，做点心，做厨房。当初被跨海聘请来台湾担任点心大厨，现在已经60岁的钱家自己在屏东开店当老板，而同样也是新移民的老板娘和钱老板是透过亲戚介绍认识的，一问之下才知道老板娘谢丽雅家乡来自湖南，就是带小孩子啊，然后工作，带工作室还好啦，反正就是工作，带小孩子都没有办法。人就是有时候会接呀、送呐、可是都自己来呀。先生担任大厨，老板娘的厨艺也不遑多让，任劳任怨在旁边帮忙，也招呼客人。怎么样？好吃，特别。最喜欢的是什么？辣味饭。还有他的肠粉，吃上瘾。朋友介绍朋友啊。钱老板老来得子，儿子放学回家吃饭，钱老板一有空也不忘拿出孩子的功课好好检查一番。好客气哦。每到用餐时段，店里除了用餐客人，店门口来外带的客人也是络绎不绝。这一对前世夫妻在屏东落地生根，也靠着一身好厨艺以及对食材的坚持，让这间港式小餐馆在屏东当地人气红不让。